相信评审那个前面现在有三张保单了啊、哦，那个笔就直接签下去。那大家的那个见证下，就保重你的那个人身安全。那因为最近业绩不是很好了，所以求求你们拜托帮我签一下了啊、哦，谢谢。那你们就边签你们的个人资料呢，然后我就边唱歌给你们听。哎，你们这份保单有限身高吗？哎，没有没有。哦，没有哦，所以交哥也可以保。当然当然。你们保单没有限制身高对不对哈？当然没有。那有限制智商吗？啊、有有、哦，我觉得这样评论老师真的要稍微考虑一下。不要内讧啊。好，那你要唱什么歌？孙楠的《燃烧》。哇，这个歌气势磅礴，加油！谢谢。请开始。你躲在我心里，让我用心跳，忘了你，把你忘掉。时间得到，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却没有带走爱附赠的烦恼。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也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以为火早已扑灭了，怎么一见你心又被后悔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耶！我过了，我可以去台北了。谢谢评审老师。老实说，我觉得平平稳稳啊，但是基本上是我觉得是过关了，因为没有人按叉叉。但是我觉得你到后面的时候，整个情绪有点掉哎。你到后面的时候，那个。整个情绪应该要整个上去的，你反而下来了。对，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好，是，这个是你在唱歌这个部分要好好加强。应该是太放松，因为他中间有一段眼神跟台下的不知道谁在交流，心在隐隐作痛，然后有一抹微笑，大概零点几秒。好，但是是谁？这个是对啊，是谁？我也不太知道，就跟大家。哦，因为这个其实是会让我们会分心的哦、oh, 对不对？因为你唱的歌是这么燃烧的一首歌，是是是，对不对？就是你知道，假设今天阿妹唱听还听还哭的声音，你懂我意思吗？我懂。对，谢谢老师。但是你的基本实力应该是 OK 的，谢谢。只剩下专注这件事情。好，恭喜过关，谢谢。下一位。各位评审、观众，大家好！在开始前，我要表演一项才艺，它叫柔道，请我的小助手上来。我要先示范一个动作，它叫扶腰。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他唱歌非常的好听，但是人气没有比我好。不信的话，我的粉丝在哪里？
那邱一奇的粉丝在哪里？好的，谢谢。好，那我们掌声欢迎他，邱一奇。评审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大学新弄系的邱玉琪。我来自于一个非常热爱唱歌的家庭，尤其是我的父亲，他自己很会唱歌，但是呢却不太看好我，所以我今天来参加金牌麦克风是为了证明给爸爸看，爸我也真好唱歌哦，我一点的成功。我来自屏东九如，家乡盛产柠檬，然后所以呢就是爸妈特别交代我一定要把家里自己种的柠檬还有自己做的柠檬洗洁剂送给评审老师然后对老师现在都在，这是洗什么都可以吗？洗头发、洗衣服、洗碗、拖地都可以。头发跟拖地是同一种？对啊，这么广。就是会可不可以洗车啊？洗车？对啊，会不会太广了？就是会很咕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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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真的吗？洗身体也可以？我是没有洗过了。下一位，你没洗过，然后叫我们洗？我平常都来洗碗、洗杯子、拖地，天然的嘛。谢谢哈，谢谢，谢谢。真的不好意思，这样如果等一下没过关，我们怎么办？不好意思，哎，你都。但我们也是不能这样接受，就是这么容易就对不对？对啊，搞不好下两个有送跑车的，那我也不是。像太容易对你那个，好了，还秉公处理了啊，靠你的实力了哈。好，那你要唱什么歌，玉琪？我要唱范范的《秋千》。好，加油，请开始。那一天相信真心不改变，回忆摇晃我们青春的笑颜，不应该后悔。我觉得我按的有一点稍快，在你刚啊的那一声之后，因为我更想听一下你的加分题，忘记刚刚那个拍子的问题。好，有没有加分题？有，蔡健雅的路口。好，加油哦，不要紧张哦，请开始。好，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的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冰冷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谢谢。各位先生，你有什么毛病吗？要不就要把他摔倒，要不就要把他举起，他穿裙子你知道吗？好好，不过很开心哈，你是他的同学，我也是要说同学啊。刚刚那个秋千真的太紧张了，音也有点跑，拍子也不对了，所以还好你在那个加分题完全稳住阵脚，情绪非常浓，嗓子也是天生的好，恭喜过关。谢谢。下一位。